今天吃一个我们东北大血肠。我有妈呀！今天吃火辣无骨鸡爪。
锅放入料包，加入喜欢吃的配菜，鸡肉提前煮熟，翻炒均匀，加入提前煮好的面和适量清水，煮至入味，大概五分钟，加入淀粉水勾至黏黏糊糊，就可以吃了。最后展示一下我的成品美味。